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咱们来开箱试吃一个网红养生淘宝零食店的零食组合。OK， 里面就这四样东西了，两袋这个冻干草莓脆，纯白色的包装，看上去就非常的小清新。烘焙果仁燕麦，用的这个麻纸和麻绳像是古代包罐子一样，非常有特色的包装。红豆薏米茶也是纯白色的包装，非常整洁，里面是一小袋一小袋的这个茶包，分量挺多的，一共20袋。OK， 那咱们今天的下午茶就准备好了。这个是红豆薏米茶，这个是它的烘焙的果仁燕麦，刚才加了牛奶，放在微波炉里加热了。咱们还是先来尝一尝它的这个冻干草莓脆。哇，里面打开就看得到通红，然后这个草莓味道一下就弥漫出来了，非常完整的一个这种冻干草莓，它里面已经没有了水分了，所以感觉还是比较轻的。尝一尝，非常的脆，吃进去甜甜的，这种口感有一点像米花或者是膨化食品那种。一口一个，非常好吃。非常好吃，特别是用牛奶煮了之后，感觉特别的香浓。用来做早餐或者是用来做夜宵都是特别健康的，里面全是坚果或者粗粮什么的，还有水果，非常的健康。看看里面有这么多东西，感觉这一罐都可以吃很久了。红豆薏米茶颜色和普通的茶没有什么两样，喝上去的话就是红豆和薏米的味道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为什么要喝红豆和薏米呢？因为红豆薏米是祛湿的，非常适合夏天，对湿胖的同学应该有所帮助。今天的下午茶真的是特别的养生，特别的健康，全是健康无污染无添加的一些零食，特别是这个冻干草莓脆，非常好吃，完完全全是草莓它原生态的味道，然后又脆脆甜甜的，非常奇妙的感觉。一口一个咬下去，满嘴全是草莓的甜香，那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，想要上车购买的小伙伴就记得看一下视频简介，拜拜。观众老爷们一定要记得投币点赞关注哦。